那你的答案吧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按照，按照规定，我学一下的儿童必须由大人陪同，否则不能乘坐飞机。对。我儿子发烧了，我得送他去医院打针，说一下午我能去踢球了。明天早上9点在五等会议室，尊师开会，这次会议非常重要。大家怎么样？大家减肥。这个不会读，还是千对万，千对千万？不能知道。他从9岁开始，开始练习短跑，18岁就的全国运动会100米第一名。大家都为他感到很骄骄傲，傲，骄傲。骄傲，对，哦，非常好，写的都是正确的。其他人的答案有跟这个答案不一样的吗？一样是。好，那都一样的话，就直接进入下一道题了。然后看一下这道题。写好了吗？李元福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那你来说一下你写的答案。妈，你手机都响了好几遍了，快接起来吧！不用看也知道，肯定是你吧？你去接吧，就说我正在做午饭呢。他居然，连我姓什么都忘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弄错了吧？你说他会原谅我吗？放心吧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去跟他解释一下，他会理解的。今晚公司有活动。所有人必须参加，帮我看看，我穿哪条裙子，合适？两条都不错，不过黑色的，正式一些。好，非常好，都是对的，中文也挺流利的，可以。
其他同学有哪里不会的吗？或者说有不同的答案吗？有的话提出来哦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。没有的话，我就往下面了。好，大家看到第二部分的练习，然后给大家1分钟做一下。有写完的同学可以在消息那里发一下写完。老师，我想回到，3岁以后。那你说，自己说，厨房对以前活着看法，有些人会因为听到了真话而感到高兴，而另一些人却会认为是批评而十分难过。稍等一下，我稍微看一下。
这个三十一题我后面一点再跟大家讲，因为我感觉我的意见跟那个答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我再想一下。然后我们先看三十二题吧。三十二题有人写好了吗？好的，老师。那你来讲吧。妈妈说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去医院打针。一看见医生就哭，这头像都没想到，我长大后成为算的一名护士。是这个是对的，是 A C B， 让我看错地方。好，刚刚他这个读的是正确的，然后先说他小时候害怕，然后呢妈妈对他的描述，然后再到现在的一个现状，按照时间顺序的话应该是 ACB 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没有笔啊，所以我写字会比较丑一点。然后31题刚刚他说的这个答案是BAC。他这个也如果其他同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提出。33题有谁写出来了吗？我老师。那你来说吧。人们就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其实有时候自己健康有复杂的多。我们的眼睛也可能会骗人。好，没关系。这里呢，我们刚刚他读的是先读的是 B， 那我们这里我们应该把 C 这一句话放在前面。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，其实有时候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。这里的这个其实呢，它表示一个转折。这里的其实它是表示一个转折。它表示一个语气的转化，我们应该先把 C 这句话放在前面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，应该是 C B A。我们应该说，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，其实有时候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，我们的眼睛也可能会骗人。这两句话呢，它是相反的，有时候说我们是相信。有两句话呢，它是相反的一个意思，中间的在中间做一个转折的关系，所以这里应该是 CBA。好，我们来看34题有谁吗？那来一个新同学，美慧，你来答一下可以吗？
谁写三四题了吗？我来试一下。好，你来吧。孩子在学习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许多父母会直接告诉他们解决办法或者正确答案。实际上，留出时间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会更好。好，可以可以，非常好，是正确的，是正确的。那么下一题答案呢？跟他说的是正确的，就是 BAC。他说的就是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那么父母采用这样一种方式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另外一种方式会更好。这是一个前后的逻辑顺序。其他同学有疑问吗？有疑问的话就提出来就好了，可以打字，也可以直接说话。没有疑问我就往下咯。有人有疑问吗？没有疑问。好，没有，我们看第三部分。大家先看一下题目吧。大家写完了吗？三周和三十，等到我好了，好。
嗯，好，那你来说总三十六吧。好，嗯，管理社一门物啊，金石平物回别的角，我要注意，多个人小有很多有，例如他的兴趣爱好、配置能力等，这样才能跟住每个人的天顺着合适的方法帮助他们递稿，把工作做好。这段话想告诉我们，了解人们的批评可以提高管理水平。好，这里下班刚请假就感到桌子上满满的都是我爱吃的菜，而且走过来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”我的心里特别感动，突然没抓的二姐长大了。根据这段话可以知道什么？你今天是母亲节。好，非常好，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。我们来看一下35题。35题，它讲的是第一句话跟我们说了管理一门艺术吧，然后后面就最后一句话说，根据每个人的特点，选择合适的方法，帮助他们提高，可以把工作做好，说明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就是了解人们的脾气可以提高管理水平。然后36题呢，通过这一句话可以看得出，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，可以看得出今天是母亲节。然后前面两题有谁不明白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往下喽。有谁吗？好，我们一直到37和38题。有谁来写一下37和38题的答案？安娜同学，老师，你可以写37、38吗？是我叫王，没有跟随时回答。有点小声，听不清。现在呢？现在差不多了。我说我叫王瑞金，可以随时回答吗？你是想叫王如意吧？你是吗？嗯。可以啊，来吧。能力不高没关系，只要能。别人早点开始比别人更努力一些，同样可以成功。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是有这份鸟而放弃，这样不然你可以飞得很高很远。答案是 D，能力不高的人。选 B 还是D？能力不高的人，三十八。新来的那名服务员刚来不到一个星期，就熟悉了菜单上所有菜的名字，而且知道每道菜的味道和特点。虽然每天店里很忙。有时候连上自说的时间都没有，但是他非常努力，干得很不错，干得也不错。来饭馆吃饭的客人对他都十分满意。答案是 B，工作很努力。好，非常好，都非常正确，然后读点很好。然后这两道题，其他同学有不理解的地方吗？
没有老师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就往下。有哪个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两道题吗？没有啊，可以积极主动一点吗？那李元福，你来回答吧。好的，上次就我答好了。当你为自己取得成绩二的一生，应该想到有很多人比你更优秀，所以千万不要骄傲。东阳，当你为自己的失败而伤心时，你也应该想到别人也会失败，也会难过，所以千万不要难过，甚至怀疑自己。根据这段话，也失败是要对自己有相信和信心。非常好。下面这个可以写出来吗？好的，我还没写完。好，那看一会儿。其他有同学看过这道题的吗？他刚刚39题的答案是正确的，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然后有其他同学不会或者理解不到位的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那大家继续往下看哦。是还没有写完是吗？没有写完的话，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写一下。写完了吗？冰冰。有人写完了，可以说一声。我来吧，老师。好，你来吧。在家与孩子的过程中，父母的不离、批评当中要，如
我总是说孩子的缺点，孩子更向坏的方向。就能繁殖的有点并且鼓励孩子的不仅去不倒作用，让孩子的怀疑你的没有教育孩子，对，怎样教育孩子？非常好，两个都是正确的，我们一起看话。转的词，这里有一个词，相反呢是后面的这个内容和前面的内容相对的。前面是说孩子的缺点，他会有坏的地方，后面就说的是孩子的优点，就鼓励的方式，然后孩子会有这样的地方。所以是相反的，是前后的是相对的。然后这个当然呢，它是一个肯定的词，它就对前面这个句子的肯定。这个否则它表示否定，那么否定呢就表示这里前面说鼓励孩子的时候也要注意方法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不注意方法的话就会起到一个反的作用，所以它是一个相反的，表示否定，与前面是相反的一个内容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一道题。刚刚李元福，快点，李元福，你来这道题。好的。一天，爷爷对小孙子说：“来，我出个问题考考你。”孙子说：“你问吧，我肯定能答上来。”爷爷问：“一张桌子有四个角，如果去掉一个角，桌子还剩几个角？”“三个。”孙子想都不想，马上回答：“五个角。”有时候遇到问题，我们应该先静下来，自己得想一想，不能这根据习惯就给出答案。关于小孙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打错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遇到问题时要先调查。要先调查。好。现在就看一下。还有，是不是觉得 A 跟 D 有点纠结？
应该是 D 吧，毕业生习惯印象。应该是在这里呢，应该是选 D 的。他这里呢，因为这里他说的是四个角，然后问去掉了一个角，还剩下几个角。那我们按照平时的一个思维的习惯，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到四减一等于三嘛。但是后面他说他说错了，那说错了应该是五个角，说明我们应该多思考一下吧。那就不要按照平常的一个习惯去思考，所以应该是选 D。然后这个呢，调查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过程，但是这里它并没有体现一个过程，所以我们这里就不选 A 了，它并没有体现过程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书写。你们就自己在本子上，你们有那个自己准备的纸吧，然后自己在本子上写，然后待会自己来读一下自己写的那句话就好了。诶，就大概2分钟应该够了吧。诶，好，现在已经下课了，大家先下课休息一下吧。待会我们上课再写。好的，老师。给大家放一个比较搞笑的中国的综艺。老师们。有声音。说吧，走。你写好了？44、45，我好了。嗯，好，那你来先来说吧。好。他被外面打，他外面的敲门声吵醒了。很小，对。然后呢，45，好玩的游戏更容易被儿童接受。好玩的游戏更容易被儿童接受。好。好。来看，
它这里有这两个是正确的。好玩的游戏更容易被儿童接受。好，它这两个句话呢都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它两句话里面呢都有两个被字。在中文里面呢这种叫做被字句。表示是一个被动的意思。这两句话大家还有疑问吗？没有的话我们就到四六四七题咯。下面两道题有谁写完了吗？哎，怎么？四十六、四十七有谁会的吗？小峰，刚刚是小峰吗？可以，老师。那你写一下四十六、四十七。小友，这爸，心里想的要是弄丢了，啊，下面一句也可以。孙子的不惜逼近城里，城里的恨相惜。孙子的复习笔记整理的很详细。注意这个的。这句呢它这两句话呢也是正确的。然后我们来看它这里有两个的。这里有个的。这是表示不动的。它就表示一个它可以表示某某的。我们可以用前面这个词，如果它不是动词的话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个的。然后呢这个的呢我们可以用在一个像动整理这样一个动词的后面。所以这两个的呢大家注意区分一下。然后这两句话大家有什么疑问吗？有不会读个词也可以说。儿子把行李箱的钥匙弄丢了。孙子的复习笔记整理得很详细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48题咯。48题我们也叫一个同学来回答吧。老师，我可以回答。好，那你来回答吧。王护士给儿童打针的经验特别丰富。好，王护士给儿童打针的经验特别丰富。给打针。的经验，我的输入法有点问题。经验。打针的经验特别丰富，好，大家注意对一下自己答案，他的答案也是正确的。然后我们就往下做下面的第二部分了。做完我们就到新课。这里只有两个句子，大家就用这两个句子造一下句子。可以写出来吗？我整理了我的行李 ,OK, 是正确的，非常好。能写出来吗？厕所大概300米左右。那么我想问你，这个厕所大概300米描述的是什么呢？是厕所的宽度还是到厕所的距离呢？厕所的距离吗？
厕所的距离是吗？那你应该说距离厕所大概300米左右，这样就更加准确了。但是你这样子写的话，人家可能就不知道这个300米指的是什么。好，注意这个字啊，这个是读米，这个是米，这个字是米，然后这个字是迷，这是迷恋的迷，这是迷路的迷。嗯，那么这两题大家会了，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就讲下一节课。班长，你看一下班长，班长，我们是直接继续下一节课吗？我找一下我的文件。哦，可以，老师可以，我刚才发给他们，我的文件。我们现在是上16课，因为我们之前上15课。哎，这个不是。哦，那个16课你还没有，你们没有发课本给我是吗？是 workbook answer。哦，班长，你们没有发那个16的教材给我。老师的群里。我没有在你们的群，我只是在那个大群。文件过期了。没事，我先接收一下，可以了。我们来看16课。嗯，其他的后面再发，我们先上这课，免得时间过去了。我们来看16课的主题呢，是生活可以更加美好。嗯，一样的，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6张图片，大家先看一下。第一个是什么词啊？激动。那么激动对应哪张图片呢？B 看一下，激动是一个情绪。C 老师。B 对对，在这里我们应该选择 C。第三个，你可以给我 B。这应该是 C。然后第二个是参观。是不是参观 A 非常对，是 A。 我们说参观博物馆。
好，谢谢。看这个人他很焦虑，所以是选 D。 然后这个是挂 E 记者啊，记者啊，记者，记者，记者，对哪个图片啊？F， 记者应该对应哪个图片 F 是吧？对，我们的记者呢，它是一个工作，那拿一个相机呢，就代表他的摄影，就像各位读几个词，激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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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参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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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失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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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挂，割挂，挂。挂，挂，挂，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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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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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活动。遇到下面这些情况，你会拒绝吗？说说你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你准备结婚了，想买房子，需要花很多钱，但这个时候你的好朋友突然生病了，向你借钱，那么你们会拒绝吗？可以自由发表，会拒绝吗？会。会。但是你的好朋友生病了，你们觉得不应该借钱是吗？对，也可以。那第二，你刚刚得到读博士的机会，同时也通过了工作的面试，公司通知你去上班，那么你是拒绝呢，还是接受呢？你是想要继续去读博士的这样一个机会，还是想要去工作？看情况，看情况，可以，这，这个词用的很好，看情况。他们给我生活费，我会选择继续上学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给我奖学金，那我可能选择上班。非常好，可以，非常好。看情况这个词用的很好，很准确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，放假了，你本来打算去国外旅行，可是父母说准备来看你，那么你会拒绝吗？你们是想要跟朋友去玩呢，还是会拒绝父母呢？他们还准备还没到我是不是所以跟父母说我要去旅游。可以，可以先跟他们，就可以不用出发了。非常好。我们看第四个，一个同学没有好好复习，希望你能在考试的时候帮助他，你们会怎么做呢？不理他。不理他，为什么？不要。
也没有好好复习，就不理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他，他的成绩还可以比我更好，然后我们就一样，可以，老师会骂我的。嗯，可以，也是也可以，但是，讲这样，讲我，在我讲来说，应该是说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学习，精力不够的话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先做好。以前可以帮助，可以互相帮助，但是考试的时候不可以。哦，你是这样理解？他这个，他在这里一个同学里面后，他这里的这个考试的时候，你是理解在考试的过程中是吗？对，对我，想到是我们在考试中，然后他会问答案。哦。那样子是在就是属于作弊了，所以是不允许的。不过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是在考试的这个时间段，比如说我们靠近考试这个复习的时间段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。这个课文有些生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博士。博士呢，它是一个学位，就好像我们的本科，硕士，它是一个学位。博士生。它是属于一个学位。这个呢，第二个是签证。签证呢，就是如果我们要出国的话呢，就必须要办这个证明，我们才能够出国。比如说你们要来中国留学的话，也必须要办这个签证，首先必须要有这些材料。然后第三个是报名。报名呢，就是我们开学了，我们要去学校报名，就是要相当于是一个报到的意思。比如说学校开学了，学校组织同学们开始报名。就是我们开学的时候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时间。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下，那个报名和申请有什么区别呢？申请是吗？申请呢？报名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登记的意思，它是需要一个登记。需要是一个登记，那么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开学了，我们必须要确认有多少学生，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学生都来填写自己的名字，登记自己的姓名，登记姓名嘛，这样子才这样叫报名。但是申请呢，它属于一个动词，它申请，比如说你要得学校的奖学金，我们可以申请奖学金。它是一个动词，它是需要提交文件的。在申请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提交相关文件的。所以可以说报名，我们要自己来，是不是？你再说一下，没听清。所以报名的话，我们要自己来。
必须写名字，把所有的文件给他们，就是。对对。哦，好的。就是你来读书的时候，不是也要来学校进行登记吗？先要把文件给交给学校。嗯。然后这个申请呢，就跟我们后面的时候申请奖学金之类的，比如说你也可以说，申请贫困资助，它相当于是一个，相当于是打报告，有一种打报告的意思。也不是，我这样子讲可能不太明显。申请它相当于是你有意向去做某事，然后需要别人同意，所以你才需要申请。能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老师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继续往下讲。下面这个是表格。表格呢，它就其实就是一个格子。平常我们做数据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画一些数字格子，就像我们平常用的 Excel 的文件一样，它就可以称为是一个表格。然后这个是传真。传真是什么呢？传真呢，它跟我们的email 有点像，它就是将我们的文件通过一种电子的方式传给别人，它也是一种传输文件的方式。传输文件的一种方式叫传真。号码，第六个读作号码。号码呢，指的是电，它就是一个，是一个一串数字。我们可以说电话号码，就是我们平常手机号，电话号码就等于我们的，就等于手机号。但是我们平常口语化中，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，除了电话号码都可以说，比如说门牌号码。门牌号码它也可以说，但是我们可能简约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说成门牌号。这样子，它是一串数字。然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六个生词。第一个，博士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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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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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名。报名。报名。表格。表格。表格。传真。传真。传真。号码。号码。号码。这六个词还有不会读的吗？还有其他不懂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。首先，它讲的是小夏出国留学遇到了问题。我们来看，它讲的是一个小雨和小夏的一段对话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讲了什么。小雨说：“你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吧？将来有什么打算？”小夏就回答：“我想出国读博士，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。”
现在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，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，填写了报名表格，还应该有国外大学给你的邀请信吧？他们把邀请信传真给你了吗？这里就注意这个传真呢，就是表示文件，他就是说，他这里说还应该把国外大学的邀请信，还应该有国外大学给你的邀请信吧？他们把邀请信传真给你了吗？那么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把这个邀请信通过一种网络的形式传给你？然后小夏就表示没有啊，下个星期我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然后小夏就表示他还没有收到，但是他下个星期就要去了，所以他就有点着急了。然后小雨就说这可是个大问题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帮你查一下学校的电话号码，你打电话问一下吧。那么小雨呢就表示要帮忙查一下电话号码，然后打电话去问一下。然后这个短文大家有哪里不懂的吗？哪里有读不懂的吗？没有的话我们请两个同学来扮演一下角色。有谁自愿的吗？没有人愿意吗？我随便点人咯。我演你。你是 Henry。 哦 Henry。 哦，还有其他哪个同学愿意跟黄如意一起来表演一下吗？那我们就请看安娜好像没怎么说话，我们请安娜吧。好，老师。啊，那你们两个人开始吧。王如意表演小雨的话。好的。啊，你马上就要走势毕业了吧？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出国读博士，一直在准备办签证，需要打材料。现在材料谁？哦，现在在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好了，另外还跟国外的大学取得了联系，填写了报名表格。还应该有国外大学给你的邀请信吧？他们把邀请信转正给你了吗？没有啊，下个星期我就要去使馆办签证了。这个怎么办？这可是个大学问题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查一下，学校的电话号码，你打电话问一下吧。好，非常好。然后这里注意，这个是签证。签证，然后对签证，大家可以一起跟我读签证。然后这个是，对，对，然后材料，对材料，材料，这个是大问题，大问题，对大问题，好。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已经到下课时间了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下次课再接着上课了。没有老师。好，那今天上课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再见。
课了，老师。嗨，老师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辛苦，我很开心，能跟你们上课。